听说新上映的《小金刚大战怪兽》挺好看的，咱们要不要看这个？好啊，但是吓不吓人呀？吓人我可不看哦。我在，你不用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可恶，竟然敢冒充我和小雨约会，有杀气！我呀！小雨。好饿，那正好，附近还有一家你最喜欢的烤鱼店。好你个冒牌货，给我等着！奇怪，分身为什么会突然失控？力量还被吸收掉了一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